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大块白布头上罩，左敲敲右敲敲，人儿就往天上飘。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这个男人，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，试图看到一丝破绽，可事实就是表演完美到发指，魔术师缓缓落下，露出满足的表情，而对面的男人仍旧沉浸在震撼之中。回过神来的男人想出100万买下这套技术，结果魔术师掏出葵花宝典说道，自己只是为了哄孙子开心，盖不出兽，然后搬起自己的小飞椅就打算离开。眼见对方要走人，男人急不可耐，爷爷你收我做孙子吧，让我最后再看一次呗。见男人如此真挚，魔术师也抹不开脸面，打开音乐摆好椅子打算再表演一次，可突然音乐戛然而止，男人是真孙子，打晕魔术师后，他捡起椅子看了又看，可没想到对方竟然又站了起来，再来一招绳子套头，结果绳子不是普通绳子，一下子魔术师就逃脱了。眼瞅着对方已经走到了砍头道具的跟前，这个人头不要白不要啊。就这样，男人拿下了魔术师的一血。解决完魔术师后，阴险的男人拿起葵花宝典就开抄，很快就来到了9年后，男人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魔术师，靠着悬浮术这个招牌绝技飞了黄腾了达。这不，今天就有人慕名前来想要给他做个专访，他先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小伙子，然后转头就问，你是不是该把戒指还给我了？嘿嘿，原来刚刚握手时小伙子顺手牵扬了他的戒指，想看他啥时候能发现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不急哈，因为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尴尬。刚坐下，小伙的手机就响了，他只能先去接了个电话，不过很快他便回来，开门见山地问，您这个悬浮术还有其他人会吗？男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，会的人都已经挂了。接着两人先就各种魔术讨论了一番，交谈中小伙表示自己也是个魔术爱好者，于是展示了一个自己的原创魔术。小伙让男人随便想好5个数字，然后递上了笔和纸让他背着自己写下来，再把纸对折捏成团放在左手里，一定要左手右。这时小伙子手机响了一下，他说完抱歉后又请男人去旁边的桌子上拿了一个香蕉过来。男人回来后请他将香蕉摆在自己的面前，接着小伙子掏出水果刀对半切开了香蕉，表示刀很快很锋利，没啥问题吧。男人只能无奈配合，小伙又让男人把左手递给他，随后拿出水果刀，可小伙的下的动作竟是切开了自己的手掌，然后用染满鲜血的左手使劲抹在了空白的笔记本上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几个数字出现在本子上面，接着男人展开手中的纸团，恰好就是他提前写好的数字。男人让小伙赶紧去洗洗手，自己坐下来揭穿了魔术的秘密，笔上应该装有追踪芯片，所有在写字时能将手部的运动轨迹传输到你的手机上，一写完你的手机刚好就响了，当然不是巧合了，你知道数字后又把我支开去拿水果，与此同时你就用涂满蜡的手指尖在本子上写好数字。 Thumb tip. It's just a small candle. 管他呢，接着呢你又用真水果刀切断了香蕉，但很快就换成了替代品，也就是装有血浆的假刀子，有蜡的地方当然就不沾水，最后我就能看到你的血花四溅了。魔术手段都很拙劣哦，不过还算很用心，不错不错的。你为啥对魔术这么感兴趣呢？小伙笑了笑说，是因为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常常给我表演魔术，但10年前他却突然失踪了。男人听到这话心里不禁紧张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他接着说道，我找本我的魔术自传给你签个亲笔签名。就在这个空档，小伙子拿起纸对着数字开始破解保险箱的密码，一般这个时候呢都会被发现，小伙子也不例外。男人说，你这套心理暗示手法太老土了，怎么可能骗得到我的密码，偷取我的葵花宝典。说到这里小伙子气愤地说，我才不是偷，只是来拿回本来属于我爷爷的东西，那个悬浮魔术最早的发明人是我的爷爷，有一天我一定会揭露你这个小偷的真面目。男人在江湖上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知道小伙没有证据，直接就把小伙扫地出门。小伙走后，男人突然想起小伙在进门后接过一个电话还写了什么，他赶紧拿铅笔将笔记拓印了出来。威泽山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多久妻子打来视频通话，说你为啥老往酒店前台打电话，还要在里面骂我呢？男人疑惑地说，没有啊，应该是别人恶作剧吧。接着男人问妻子，知不知道威泽山是什么意思？妻子说，这是个版权陷阱，有个公司故意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加入了隐秘的错误信息，这样以后有人抄袭的话，他们就能以其中的错误信息作为证据将对方告上法庭。男人听完后挂断视频，老觉得不太安心，于是打开保险柜把当年抄下来的悬浮术秘籍一把火都烧掉了。
以防自己也抄了什么错误证据，顺便还把监控也全部清空。这下终于是安下了心来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男人正复习自己的悬浮术，突然警察找上门来，拿着证件说，你妻子昨天在酒店去世了。男人一听直接愣住，还没等他悲伤，警察立刻就说，他现在是第一嫌疑人，因为昨天晚上他一直打电话到前台辱骂妻子，他刚想用监控表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，却突然想起昨天自己已经全部清空了，他顿时哑口无言。接着警察就开始四处检查，然后直接要求男人打开保险柜，看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凶器，里面昨天他都烧干净了，当然什么都没有。可等男人当场打开保险柜，警察看完后立刻以谋杀罪名逮捕了他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一切都是小伙子设下的完美圈套，他昨天一见到男人就在男人的戒指里面装好了追踪器，这样晚上男人输入密码时手势轨迹就能被看得清清楚楚，再用一套完整的心理暗示方法让男人产生惊慌，做出烧毁笔记和清空监控的动作。最后小伙到酒店杀了妻子，再将沾血的凶器放进了保险柜，而这把水果刀呢，昨天刚好就被男人直接接触了，指纹来的不费吹灰之力，这圈套简直一环扣一环。明面上看似乎是男人步步看穿小伙的把戏，殊不知在每一次转身时，男人就在环环圈套中越陷越深。大家想想看，男人还有办法洗脱罪名吗？这集故事来自九号密室第五季第四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哦，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个故事叫做误导，欢迎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